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漠大干皮的散散 Ariel， 我是混游级的 Cici， 我是敏感痘痘肌的查理。今天呢，我们打算给大家做一个8小时的粉底液的实测，就是这个 La Prairie 的鱼子精华气垫粉底。这个粉底呢，就是最近也是新出的，之后我们就非常长草，就想说今天我们通过这一天8小时，午餐打卡，然后到晚餐打卡，然后说一下我们自己的使用体验嘛。正好我们三个人分别属于不同的肤质，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使用感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喽。开始吧，开始吧。给我这儿还是有几颗那个晒斑的，这个一遮，那遮瑕力还真是好。这个鼻翼这块有就是戴眼镜印记，感觉粉感没有很厚，然后我自己觉得挺自然的。就是没有以前我用那个鱼子酱粉底那款粉底液厚，但是这个遮瑕力还是挺够的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近看一下。好了 ，OK。Hello， 我又回来了。然后刚刚我画了一个全妆，我因为是干皮嘛，没有用任何的定妆工序，所以就光泽感还在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拉近看一下，而且你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这边是有光透出来的，很美的光泽感，皮肤很好的一个状态，它的遮瑕度也是非常非常棒的，看不清就有一个小斑点啊。我也没有用任何的额外的遮瑕产品。哦，还有一点，我觉得这边是很润，我等一下再跟大家汇报最新的状况，吃饭的时候再见喽。这个要稍微用点劲，因为我是属于冷衣白，所以这个伺候是 porcelain brush， 应该正好是我的颜色。这个痘痘看来是需要用遮瑕膏来遮的，有点泛红。非常有光泽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上好了妆，然后因为我是混油皮，所以我平常的诉求就是很害怕毛孔会显得大，或者是会显得妆很粗糙，但是目前来看的话，它是非常隐形毛孔的一款，这里还是有一些微微的光泽感吧。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我的毛孔，贴合的也很好。那待会儿我们吃饭的时候再见吧。黑眼圈也是有一点，那好明显。我是痘痘肌，哇，遮瑕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呀。因为我今天都没有涂遮瑕，色号有点白，感觉还挺润的。因为我有时候是因为我是痘痘肌嘛，有时候会擦一些治痘痘药，然后脸就会干，这边会有点起皮。好啦 ，Hello， 我回来了，我补了个全妆，感觉还不错。因为我是痘痘肌加敏感肌，就是用到现在化完妆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，我化妆很慢，40分钟的样子，感觉还好，没有卡粉，然后也没有引起我皮肤让红的地方更红，还有一些刚刚说的这种干的地方。也还算都遮住了，我没有再另外补遮瑕，因为就是想实测这个粉底。哦，对了，我特别容易脱妆，一般是可能3个小时就会脱，所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我没有擦定妆粉，完全的实测，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。我现在要去吃沙拉，然后吃午餐，后面两个，嗨，还能拍到吗？能拍到，挺拍到。我们去吃饭了，吃午饭。那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外面的气温真的是非常非常热，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，34度。然后我自己也出了很多汗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妆还是很完好的，一点都没有脱，已经
已经整整一个上午了。我个人感觉就是以前的那个鱼子酱粉底液，更适合秋冬用，然后这个气垫粉饼我自己觉得夏天用 OK。 Hello， 完全不脱妆哎，而且现在它有一点点微微的光泽感，我觉得混油皮的小朋友肯定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好了，等到再过几个小时给你们汇报。Hello， 现在大概过了4个小时吧，我感觉还不错，痘印还都是好好的，但鼻翼开始有点出油。但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妆都是乖乖的在待着。那等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再给大家 review， 拜拜。现在是4:30，我已经受不了，想赶紧给它卸掉。可以看到我的脸上很斑驳，就是如果它是脱妆或者暗沉，我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这样各种斑驳，这个地方黑，这个地方白，然后整个像脱妆一样，你看嘴唇附近又是白的，这个是我完全接受不了的。所以这个195刀的粉底对我来说完全不会买。我回来了，准备下班回家喽。可以给大家最后再 check 一下我的妆，拉近看一点，还是挺明显的，鼻翼这边稍稍有一点出油。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一点点出油度对我来说是 OK 的，因为干皮嘛，就是拆出了油以后还是能跟粉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，并没有说让我脱妆脸色发黑，然后也没有斑驳。它就是对我来讲，妆效是 OK， 然后遮瑕度也 OK， 然后我会在有折扣的时候会考虑收它，如果原价可能不会考虑买，这有折扣我一定会买。今天一定要来给混油皮或者是中性的朋友们种一棵大草，因为我今天就非常非常种草这个，我自己是混油皮。先讲一下感受，感受就是完美，它不脱妆不暗沉，而且也不斑驳，在我的脸上真的是轻微的出油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嘛，看一下，完全不脱妆，还有一些很自然的出了一点点油的那种光泽感，应该是奶油肌吧，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满意这个，所以非常推荐混油皮还有中性的朋友们用，一定要去买。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呢，建议你之前用一个控油的妆前，或者是在后续用一下蜜粉，其他就完全 OK。那我们今天的 La Prairie 气垫粉底实测就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的话，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是 DM Report， DM 下划线 Report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